大家好，我是新慧，来自 JB。我自己本身呢是做，刚才 MC 有讲哦，我是做 supplier 的。这样我的工作是需要到 hyper 或者是 supermarket，要去 check in 他们的 balance stock 呢，再 purchase order 这样子。所以说，基本上哈，我进 office 的时候，我就需要 key order 是对住电脑的，然后去到 outlet 的时候。我是要很仔细 check 货嘛，所以他们吼，因为 hyper supermarket 哦，它的 warehouse 哦，有些货是放到很上面的，不然就是放到下面塞着的，所以你要 check 货去要很仔细的时候，你就需要用你的眼睛很仔细去看，因为不可以 miss 掉这样子。然后再来和我，每次做完工，我回到家的时候差不多，有时候早了就4、5点多，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当没有做工的时候，我要休息的时候，会发现，哎，眼睛其实蛮累一下的。或者是到晚上8、9点多的时候，我眼睛哦，有时候是真的是累到，那个眼睛啊，很不舒服，很酸，很酸，不懂要怎样讲。然后你身体是不会累的，累的是你的眼睛。所以我想，哎呀，不可以了，我的眼睛很累啊，我要休息啊。当我睡的时候和我眼睛盖起来的时候，我是发现到我。它很烧，很烧了，就好像我们人在发烧一样，是很烧烧，很不舒服。但是到隔一天哦，它又 OK 了的。然后在接触这一个 Garmin Visual 的时候哈，我只是测2天呐、啊，早上一粒，晚上一粒，然后隔一天也是一样哦。哦，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眼睛很舒服，再也没有觉得哈，我8、9点那时候哈，我就要回去那个床那边睡觉，因为我眼睛要烫到不行啊，酸到我也在酸了，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哈，爱康出这一个 Garmin Visual 可以让我们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所以大家一定要吃，谢谢，我的分享到这里。